三年前 ，NONO 和朱海军举办产品发表会，圈内好友黄小柔、张齐慧等人纷纷到场力挺。可如今，夫妻两人不止深陷性侵疑云，又有网红出面爆料 ，NONO 夫妻创立的生技公司无预警停业。实际走一趟，生技公司设立的地址是一间透天建筑，铁门深锁，没有对外营业。网红冯雨婷晒出多张图文踢爆，指出 NONO 在2020年退出鸡排店后，就跟媒体透露花了500万让老婆进军生技业，是空壳吸金公司。冯雨婷也整理出疑点，认为娇娇生技公司完全没有实体门市和据点，销售手法主要透过说明会，且地点不固定，加入的会员要透过购买产品数量多寡，可以拿到更高阶代理权，获得更便宜的产品售价再往下贩售，质疑这一切都是吸金手法。尤其公司在去年三月就登记停业，所有会员囤了一堆货卖不出去， NONO 跟朱海军却从未出面说明，受害者金额预估损失几百万，就连妥宗康的太太Kiki 也是受害者之一。实际求证朱海军电话暂时未获回应。另外，小红老师也在提告之后，受害者持续和他联络，目前已经累积到30位。最新的时间点落在2020年 ，NONO 也没有对外说明，将透过司法还原真相。三线刘玉科是台北采访报道。那之前你究竟交过几位女朋友？4、4、4，还要想那么久？7个。哦，算得出来哎，7个。你跟我说，3个。你算过3个？你有没有曾经对我的某一位好闺蜜起过色心？要5秒钟之内就要回答哦。他问了，这边有音乐，5秒，立刻回答，看着他回答。第一道题目，海军先问，开始，请问。请问，亲爱的老公，你的存款数字到底有多少？ 5 4 3 2 1，不多也不少，刚刚好。没有打断，不要搞笑了。我会打，对对对，第一把原谅他。不会打了，老公下不了手。是历史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第二道题目。结婚之前，你究竟交过几位女朋友？ 5 4 3 2 1，还要想那么久？7个。哦，算得出来哎，7个。你跟我说，3个。你算过3个？我什么时候说3个？没有骗你，3个。不不，你听宪哥说，我宪哥绝对不会骗你嘛，好不好？就他没有骗你了，真的，37个。哇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好厉害哦！因为从年轻到现在啊。对不对？啊，咱免惊，要这么惊，有神经呐，有人质在我们手里的，他跑掉了。我看才73个嘛，毛巾。哦，对啊。金山千人斩。对，37个。好，下面一道题目很严厉哦，请出题。哇塞！你有没有曾经对我的某一位好闺蜜起过色心？很简单啊，这个不能答，这个不能答。哎呦，没有啊，哦，没有，没有，这个答了家庭革命的呀。因为她的闺蜜那些，宪哥你听听看，你觉得你会几次？怎么听？我听不懂。我是要原谅，不要先听，不要先听有哪些？哎，你闺蜜，闺蜜有差别。你闺蜜，黄小柔啦，张齐慧啦，哎，南国爷啊，对呀，还有康康哥的太太啦，两个康康哥的太太，对呀，阿龙就叫我邱慧琴。乌拉，我今天我今天开艳丽的啦。彩花姐啊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前面那边设计的，对呀，对呀，给他过了，给他过了，你没说白差啦，来，我给你，我给你讲个故事，来，下一道题目，下一道题目是出题，最近，最新版的背着我，哪一次看过成人片？ 5 4 3 2 1，偷看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？前天。看哪一片？哪一片？成人版的《鱿鱼游戏》啊！哦，最新的，最新的，有呀有呀！张哥，你看你是这个趣味的，趣味的啦，趣味的，趣味的。下面到底请出题。我妈，哪一点让你最看不过去？哦，真的哦，好
行，这个不是啊，没有回答。好，我岳母太宠我女儿，她的孙女，宠孙。因为跟我的答案不是不是，因为跟我们不一样。因为我岳母现在还会，就是我女儿撒娇，她还要背她，合情合理。对，因为她大孙太宠她，因为我们平常会对她比较严格。比如说该补习、该看电视，不该吃饭、该那个写字的时候，就是比较有规矩。对，那外婆就会在旁边说啊，没关系啦，慢慢来，休息一下。啊，不急啊，他那边在闹脾气，他说阿公阿妈都是半白脸呐。对呀，啊，帮他洗澡什么？我说阿妈不要这样，让他自己。婚前的时候。那个妈妈有一点不同意嫁给你，不同意，对，那因为现在会记恨吗？我会，你会吗？我不会，岳母，我岳母现在以我为荣，当然啦，买到绩优股啊。姑妈现在真的比较疼她，哎，知道喜欢吃豆干呐，她把那个卖豆干所有的摊子，每一款豆干，生的、熟的、炸的、炖的、卤的，全部一趟买回来，我吓坏了，豆干大餐，不要 get 回去吗？来，下一道题，请出题。老公，我穿哪一款的睡衣最能够勾起你的欲火？哦，问题都好紧绷哦。Two, one， 我的 T 恤。哦，行家哦，行家哦，就是穿那种什么。什么蕾丝那一种，我都太刻意，太刻意了。哎呀，好像对，好像要跳凤阳花鼓一样。不要啊，没啥。对吧？哎呀，那个，来，现在攻守交换。好，换我的。好，第一道问题，请发问。哎，亲爱的老婆，你最近又偷买了什么东西？没有让我知道。我们生而为一个男人，这不能动手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刚刚这么巧，我就讲妈妈都需要一次铂金包。对，他在产房里面把孩子这样生下来，那一股痛苦你能知道吗？你只是做进出口贸易，但是他却大准立干，很辛苦的。妈妈给一个铂金包，合情合理，什么定？直接就买了，不行，因为那个要配货，那个很严格的。那我觉得还有要买其他的。我已经好不容易已经有累积到差不多的那个，可以定了，可以定了，我终于可以定了。他前面先花了150万啊！好自暴自弃，还打不打？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才第一题，疯掉了。好啊，对，干什么？我最近看那个账户，每个月都有固定汇出40000元的东西，该不会是要累积10次吧？我要哭了，积付款哦。对，2, 1，的确有这个事情。好，是什么？但是我是在帮我们家里面呢做一件大事。就是买铂金包，过年给我看，对不对？十个月之后就有一次铂金包，我那真的是大事哦，大事大事。我在每个月把这个40000块啊，就是存起来，然后跟汇兑回啊。那得用家里的公款去标汇，最后那个比如回啊讨回去，是不是拿了一笔钱去买铂金包？好，不是这样，从现在开始圈起来，好像没事没事，现在开始是这样走的。忘了铂金包的事，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并没有自入。对，没事没事。好，下一道题目，请发问。Kelly， 有一件事情我找很久，我找了3年，现在还在找。就是我的车子的找自己。备用，那是陶喆，那是陶喆。对，我车子的备用钥匙，你是把它弄丢了。5, 4, 3, 2, 1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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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, 4, 3,
也听不下去了啊！你认为没有听到？不拜哦，不是，第二听到，请回答。这件事情我自己也搞不清楚，钥匙丢去哪里了。嗯，他也不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我突然想，丢去哪里？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哎，你跌倒了吧？是吗？有吗？太危险！我在流血。一点点是不是？我掉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观众朋友，没没，我们是打假的，是吧？对啊，我们建龙就是洗黑的。就一个包包而已，就让你这样子。不是包包，钥匙，钥匙，拿去哪里？请回答快点，因为开始头有点晕了。